好，今天要做的示范就是用电剪来做一个快剪的动作。那像在宠物店的话，巨型贵宾的修剪都会花很多时间，那我们可以利用电剪，它有一个尺寸，然后去做一个长度的设定。那像这样子做完的话，整只狗的完成时间会提早很多。就是对于那种要手剪或者是要做修剪的，用这样子的速度会比较快。扶梯的方式，好，然后脚如果是要留脚管的话，也是用扶梯的方式。一样可以把那个角度做出来。就是这个地方。后区角度。然后到飞姐这边就顺出来，内侧
到手，自己没有按。好了，身体完成。然后之后呢，如果想要更整齐一点，或者是干净，就是用剪刀去修边就好，修饰一下。好，OK。对啊。